无需魔法，直接输入中文，创建式填充它来了。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件傻瓜式安装，简直不要太方便。跟随我的镜头看过来，碳化包和安装包都整理在这里了。我会放视频下方还有粉丝群。首先点击 25.0 版本的安装包，一直点下一步就行。安装完后点启动，可以看到版本是英文的。现在去汉化一下，点击桌面的 Beta， 然后右键打开文件所在位置，往上拉，找到了 Chaos 的文件夹，点进去，把给你的汉化文件夹整个复制或者拉进去都行。回到 PS Beta， 按 Ctrl 键加 K 键，会弹出首选项设置，点击左上角的 Interface， 找到这里的 UI Language， 把英语改成中文，再点击右上角的确定就可以了。关闭 PS， 重新启动，汉化就成功了。可以看到界面已经变成中文了。随便点击一张照片试试，矩形选框，框选出你要增加东西的位置，点创建式填充，然后中文输入一个篮球，再点击生成即可。速度还是挺快的。同样，每次都会提供三种选择，选择最好的就 OK。我尝试了一下其他的功能，都使用正常。移除工具，移除画面不要的东西，只需要画笔一涂抹，这幅画就被移除了。扩图也依旧很好用。新版神经网络的安装方法和 PS Beta 一样的，一直点下一步就行。记住最好默认路径，不要改动，不然可能用不了。关注我，让你在 AI 的学习上少走弯路。